就很简单，我叫图图，是一个做书的人，和书有关的工作做了20多年。2003年《新京报》创刊的时候，我进入报社做书评周刊的编辑，一直做到2016年，14年。在北京，我以前住在亦庄，亦庄也很好，可是呢，它其实跟北京是剥离的，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到那个城市的真实的生活。所以，16年之后就离开北京，辞职来做了乐府文化这个出版公司，从评书的人变成一个做书的人。就作为编辑，你必须喜欢书，它不是一个高收益的行业，它是一个生活的选择。就最早乐府第一年只出了一本书。第二年也只出了一本书，然后就快干不下去了。当时我们有6个人，租了一个2居室的房子，就用一间房办公，另外一间房我住，就那样待了1年。然后到了2018年，我们出了6这本书，之后是2020年出了《春山和秋园》，然后出来了讲了100万字的故事。这几个品种出来之后，我们就感觉活过来了。我心里有个小小人，作者是虫虫。几年前，他有类似于抑郁症的症状，然后就去看心理师。他把这个过程用诗和画的形式表达出来。最后这本书做出来，我们收到了很多读者的反馈，都是说它就像黑暗里的光一样。我们现在有20个同事，那分布在北京、大理、成都、杭州、扬州、重庆，有很多地方。然后每天日常就是在线上这样多线程的写作吧。乐府的书的话，这3年出的应该差不多是110多，有些是之前加印的。不同的题材的书，有的书可能卖个几千就还可以。有的书可能卖到1万2万也不算多。我主要在微信上和大家工作，因为工作完全是在线上协同完成的，所以对我来说，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说，会离开最一线的城市，也是基于这种可能性。分布在相对多的地方，可能是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做大量的中国的原创作者的书，然后他们本来就分布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和工作，对啊，他们就是融为一体的呀。我最喜欢的事情是去作者家里吃饭，或者邀请作者来我家里吃饭。在这种关系之中，我会发现我对那本书的感情也会特别深。我第一次看到吴维的《芬芳一生》这个项目，看到他对外公外婆的回忆，他立刻就和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执念，它就契合了。就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就觉得中国应该有专门的描写祖孙关系的书。这既是一个关于死亡的告别之书，也是对祖孙关系的那种真切的记录。就是做了乐府现在第7个年头，这是我确定我自己来做编辑的第一本书。抱歉，回复晚了。成都这边可能没法回去了，因为成都今天有疫情了。然后楼上家里呢，有当时的拍摄大致的场景，就到时候可以直接跟妈妈说，要求跟具体的时间。这边是你们的这房个间。是吴伟的房间，他窗台乱了，没关系，他小时候这孩样长子。大哦，啊，这这是是当他。时那张照片贴在哦。那里的，这张照片贴在就刚才那个卫生间那对，个位就置。是那个卫生间那个位置。外公外婆在我出生之前就和我在一起了，脑海里就会想起好多画面，他们在窗台送我的画面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每一次那个车子离开的时候，都会跟他们招手。他们的生命随时都是为我敞开和准备好，就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会消失跟结束的。
那种完全的没有任何保留的那种支持和爱，对吴伟能够成为现在的吴伟是有决定性的作用的。我上次回大理，我女儿问我，她说做书是不是你的道路，当时就很吃惊她会不会问出这样的话来。但确实就是这样的，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道路。我很接受自己的任性，也一早就接受乐府有可能做不好或者做不成，但是你做的时候呢，还是希望努力把它做好。最后你会发现它是可能的，就是任性是有可能走通一条路的。我不想和我的同事形成那么密切的控制型的工作关系，因为更现代性的那种工作确实它已经摆脱了地理的束缚，你不再局限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地方，我们可以有更强大的这种异地的甚至异时间的协作和沟通的工作能力。我觉得一方面它是现实，一方面它也是可想象的未来。机会难道是一种特权吗？大家早上好啊。或许我们有更智慧的方式改变现状。那我们就开始。六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后来剪了一个片子，也讲就是养育孩子包括教育和种植是一样的，你需要做的仅仅是相信他会长起来，然后你不需要给他肥料，你只需要在他特别弱小的时候稍稍照顾他一下。后来做乐府的时候，我觉得从来没有丧失过的就是对我们的书、我们的作者包括我的同事的信任，因为这种信任我觉得我们可以走得很远去。